娃娃大高铁普通舱发文和粉丝互动，赢得赞声连连。翻社自今日捐脸书，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，不少艺人近来搭乘高铁，喜欢自拍照并发文和粉丝互动。今天中午，有眼尖民众目睹资深歌手娃娃金日娟也搭高铁，特别的是娃娃乘坐的是普通舱，他还大方拍照告诉大家，作风真的很不一样。稍早娃娃搭高铁南下，从他乘坐蓝绿色椅垫，很清楚的他的座位并非多数艺人乘坐车厢，引起更多粉丝惊喜连连。有人便私下表示，真的很喜欢娃娃朴实性格，因为看了部分艺人搭高铁拍照并发文，再对照娃娃更让人印象深刻。娃娃又四开心和伙伴在高铁站合影。翻社自今日捐脸书，娃娃今天中午搭乘高铁普通舱，随即发文是想告诉粉丝，春和剧团凝聚革命情感，我们像一家人的感觉。大家开始巡回演出，接下来台中的朋友，你们要来看我们哦。娃娃说，他全力配合剧团安排，会和大家一起同进同出。而他这段文获得更多共鸣与赞赏。